好久不见了，哎，我真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放弃修为呢？我已经重新劝过他了，他打算重新考虑。如果有一天我也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你也会一样劝我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是朋友。是，朋友。 我就先走了，萱儿。如果有天他欺负你了，告诉我，我帮你揍他。怎么可能？我不欺负他就行。拜拜。我们两家可真是有缘啊！太有缘了。是啊，小安，你说是不是？叔叔阿姨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好。哎，老林啊，哎，吃菜。好。妈，我也去个洗手间，去吧。好。 回家了吗？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林源，我就出来接个电话。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本来就以为我爸妈叫我出来吃个饭，没想到是这样的。我也是临时接到通知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还挺不适应这种场合的。是吗？我也是。 林源，我是不是挺可怕的呀？啊？我是不是长得很丑，或者说是我长得像个坏人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每次见着我就躲呀，还不愿意跟我说话？我们都同学了4年了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都替你觉得尴尬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。 你会不会啊？想什么呢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说的。嗯。阿哥。不会，那么远，你不会一出我就把我忘了吧？不会。就算会。 我也还是会和以前一样，在看到你第一眼时就喜欢上你。谁要听你说这个？雪儿，我爱你。
教授，李果他真要去维也纳？李果天赋很好，那个地方才是他的舞台。哎，我那天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教授，我想，这事我再考虑一下。其实啊，当老师挺好的。你技术虽然不错，但是音乐这条路是一条天地路，一条路只能走一个人。你明白老师的意思吧？小安，他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。叔叔好。徐然，你过来，叔叔跟你说两句话。你要跟他说什么？我。没事，我就跟叔叔说两句。好。激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。不用了。我心想，你这一走，嗨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了，还是想来送送你。嗯，也是。不过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果儿，那个，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没有遇到喜欢的人，我会一直等。激烈，我还没有完全放下他，不过也希望你能遇见陪你一生的人。我帮下你吧，好吧。小安，过几天爸爸就要回去了，我得回国外啊，照顾我的生意。我在国外有个小医疗公司，现在经营的呀还算不错，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挺大的。等你毕业了以后，想不想来接手这些生意啊？这是你的事儿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你管不着我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不说了，你想怎样爸爸都支持你。哎，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，
都有自己的主意了。你，怎么了？你爱过我妈吗？你妈妈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。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由于一台行驶中的车辆刹车失控，造成两车相撞，两人失踪，现在不报失踪人员名单。王凯、李玉安，师傅，你现在马上掉头回去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啊？这两个人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和叔叔聊得怎么样啊？怎么不理我？是心情不好吗？你还好吗？干嘛不回我微信？你再不理我就生气了。喂，老爹。还有什么需要交代？没有了。李玉安呢？李玉安呢？他在哪儿？你听我说。他在哪儿？你听我说，你冷静一点。李安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听我说。李玉安呢？解释。李叔叔，李玉安呢？你听我说，李玉安他掉到江里，到现在没有找到。江？不可能！不可能啊！居然！都怪我呀，小安，小安。小然，小然，小安，小然，哎呦，小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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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雨安，这孩子真是命苦，好不容易盼着他爸爸回来，现在又……对了，小然情况怎么样？他没什么大事儿，休息一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林海还不如不回来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在家干等着警察找也不是办法。我出去一下，去看看医院里啊有没有收留车祸病人的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下雪了，要是下雨天能看到星星多好。等你恢复了，我惊吓你。林渊，你在哪？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啊！路上注意安全啊！我在天台等你。你快回来。人家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你什么都没说就把我拉走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是说他一定就是个坏人，我是说你一女孩家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啊！
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晚上风大，小心着凉了。我把你当什么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想给你的更多，不只是做你的哥哥。我舍不得你，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旭然，我爱你。这样，你歇歇吧。徐然，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。而且我们大家都在找，总会有消息的。徐然。送给他，他不见了，我让我在家等，我会疯的。还没消息吗？什么？内线附属医院说了有位车祸伤患，徐然，生命体征暂时没有问题，但是什么时候醒过来还不知道呢。老何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，他也是我的孩子。放心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。居然醒了，方远航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晕倒了，医生说你几天没休息了。你干嘛？我要去找林源。林源找到了。你说什么？林源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
还活着。没事的，只是现在睡着了。真的会没事吗？他为什么不醒啊？医生说，车祸时他被甩出车外，大脑受到撞击，掉到水里的时候有过溺水，所以大脑受不伤。雪儿，你再坚强点啊。依然他会醒过来的。我们说好再见再见。找到了，人呢？人在哪儿啊？老雪，小安到底怎么了？他什么时候能醒啊？刚才他的主治大夫做了联合会诊，情况不是很乐观。哎呀，都是我害了他呀！不，老雪，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一定还有办法的，是不是？现在只能凭雨安的意志力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时间吗？聊一聊吧。我父母是在国外做医疗生意的，所以也认识国外非常多的优秀的医生和医院。我知道咱们国内现在技术也很好，但是浩瑾医生确实是脑部创伤科这一块最顶级的医生了。你父亲也是位医生，但是我真的想让林允安去英国去接受更好的治疗。那也可以帮到林允安。我也不太懂，但是目前对他来说，去英国是更好的机会。你放心，我喜欢他，我不会伤害他的，永远不会。别哭了啊！我心疼。好的孩子啊，好好的给他妈上个坟，完了就这样子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？我是急诊科大夫，我能想什么办法？这不是你的孩子啊，呀那么大，你就不心疼？我能不心疼吗？这脑科全院也只有老何一个人拿得出手。我怎么了？我只有一个人干着急，这旁边傻看着。都怪那个林海，他一回来就拆咱们的家。